包厢的。的晚餐，你的碗来了。所以套餐之外再单点东西。你问他这里面有哪些啊？就是那个刚刚那个。Which one is not in this place?Which one? ああ、この中ですか。ちょっと聞いてみます。わかんない。ささみと、はい。ささみと。牛舌先来了。好大片的牛舌啊！误打误撞来了一间有包厢的，这家叫做和牛盐烧肉。Black Hole， 你吃了？你有吃吗？是牛舌，好嫩哦，好好吃哦。嗯。啊？热条。我放给你吃吧。嗯，真好吃，嫩。吃饭。你要不要吃饭饭？好，吃饭饭，小鱼蛋吃饭饭，好棒棒。这是我的肉肉们。这是牛吉星正在烧烤中。像月亮虾饼的东西，是我要点给小孩的，可是他们都不吃，所以我一个人吃了。上面是年糕，然后里面是吃完，然后买东西了，我也没有吃，因为这没有库存，没有。我包厢还不错，没有库存有点可惜。这个是不是？对呀。嗯，我遇到了棉花糖炸弹香香。来来看我，一二三。很好吃哦，那你多吃一点吧。